酒，大红牛还是金肉？啊，我活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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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夹进裤袋，也没夹起绷带，做一个炮台，心里别提多豪迈，头上顶着多彩，身后背着火柴，发力护盾撑开，脸盆飙了起来，说我这唱你我这变样，功德无量万寿遥望， CD 比命还长，我找不到冰箱，我是活佛的活法的活法的，你看这个他还能喜欢呢，这是外国风格、啊、对呀、啊、但是你这不是用他的软件画的呀，嗯啊是啊对那就是用那个了，嗯那用那个用那个女裸体那个也就是你看是这个吗，你看这个多好，他哎你给我能转过来不，他怎么转不过来呢，这个转不过来，你已经画完了转不过来，你看你扎一下，嗯但是题目都没起呢，那你就先起一个，反正你说中文他们也听不懂，那这个就是生命系列、啊、这个就是一个女裸体代表生命，你切到那个综合那个画面上拍一下，搁哪啊、就是切到上一集、啊、我拍一下，就是你全部都放一下，我看看能不能拍，那看不清，从最下面开始没关系，就先看个小图，然后挑几张、嗯、挑几张你喜欢的，你动一动、嗯、动一动，挑几张你喜欢的点开看看，你就说话。嗯，我给你，我给你找一个我喜欢的。这个卡通。这是想先，这卡通一般人用的多。这叫毒虫。嗯。读书的小孩儿，完了飞来一个，瓢虫，所以叫题目就叫毒虫。这个好不好？嗯，挺好。嗯，这卡通，你就继续讲就到我们现在就、嗯、行。那你现在就录上了。嗯，这卡通，哎，咱们现在来两个卡通。你、嗯、看这卡通，花季啊，少年，花季少年，15岁的少年。嗯，你不用放那么长时间，他啊、嗯，嗯，你就一直。看看啊，这是卡通啊，这个是母爱，嗯嗯，母爱，妈妈抱一个孩子，和生小虎都有关系，为什么呢表现这么些母爱这和小虎有关系，因为我最初的时候就是画的小虎，我没想画这个，画跑这上来了，这个抽象的，你看，这个挺有意思，色彩挺美的，这外国人能理解。嗯。你看这个写实的，看看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画的细致吧？哦、你看这个碗叫我画多细致、嗯，这里可以用上啊。这抽象的环境，配上一个写实的碗，我就照真碗画的。嗯。这是你画室的碗，嗯，还有一个，这也是，这倒是画室的，啊、
它缺个口，画得很细。你到时候买个图层就可以，背景就是一个层，然后碗一个层，苹果一个层。啊，图层好，没人买。可能现在我就是奔大家伙，现在大东西还。看你上新画上面新画的那些呢？这是什么？这是鹤吗？啊，鹤。这一个学生要考研究生，我帮他押题。嗯。研究生还有押题啊？那清华大学。你看这个小孩是印的那个。嗯。我印了这个，和小虎一起印的。哦哦，他就非常喜欢这小孩，那个小肚脐儿都露出去了，哦，普普实实一个小孩抠手玩呢。这是秋天的树林，这是拿印克画的吧？啊，印克画的。嗯，哎，你看这个我非常有诗意，秋天的树林呐，啊，你看画法很简洁。嗯，完了就在这里，哎呀。这是，看这是中国花，梅花。我看你上面还有不少花什么的。先我往上翻啊，嗯，往上翻。嗯，这是主题。哎，哈哈，轻轻点就行吧，不用用手指肚点。啊，嗯。这个是环境污染啊，环境污染，树木叶都掉了，这人类将来面向这个气候变化，人类将来要灭绝，不可持续发展。嗯，这是有主题的，这美国人也能明白这个。那你中文讲他也不一定明白啊，你中文讲他也不一定明白，看他领悟力吧。那他那也有中文的那个，中文的。中文那个设计人员的，轻轻点，哎，啊，这个我画小虎，画画画画个猫，这个猫，就是，我也不会画虎啊，照猫没画过，照猫画虎，哎，这回画画画出个猫，但是这个色彩挺好看，所以我就留下了。嗯，这是中国，啊，这个画的中国画，嗯。嗯，这是秋天的树林。你妈挺喜，你姥姥挺喜欢这个，这很它的风格独特。这是个小虎，看看小虎，生于2010年10月15日，太老爷化于2010年12月28日。你看，虎虎有生气，你看多精神，大眼睛。嗯，这俩一样的。你还有哪个是纯用这个软件画的？那软件哈，嗯，这个就是啊，纯用这个，嗯，纯用这软件，我现在净结合的表现力强。这就是他给的那个壁纸照片哈，这是一个女孩跑到大自然里去的，这心情特别畅快。嗯。这个也挺有意思，那美国人接受这个，接受这个，中国人呢认为你是胡来了，但是美国艺术正经艺术创作者，你看这个女孩，那噼里啪啦的水都滴下来了，人类啊向往着纯真的纯洁大自然，这都是人类主题呀，都是伟大的主题，这抽象派，看。嗯，这还是那个 ink 的，对，看 idea 的，嗯，对，这个 idea 看，嗯，这也是个母亲，这个好看，母亲后面那都是蓝藻，嗯，那是，跟你妈呢拿一本书，人植物之美，我就画起来了，这是一个哈，idea。这黑白的，嗯，你点进去，这黑白的，也最初我就画的黑白的，嗯，这黑白也挺好啊，嗯，啊，后来我改成彩色，我说同样费事，为什么画黑白的？
黑白也挺有感觉啊，这很严肃了，庄重了、嗯、这也是母亲的主题，人类，这就是生命，总标题是生命 Life Series。 嗯，这个画呢见功夫了，你看看、嗯、我用这个 idea 就画成油画了。嗯，这我想象的，还没有模特就是想画的，画的差不多了，多半天呢。嗯，来教室，来家里又画，你看像油画不？像。这可见功夫了，这画家水平，又能画这抽象的，又能画学生的。你看，这完全是这个人像。嗯，好看不？好看。你相机里的效果没有那个画效果好。对呀、啊。是不？对。但是可以调一下，但是这个反光调不掉，它这个对有玻璃，肯定有，对有反光。那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你这是录像是吧？是录像。你看这个可以骄傲。嗯。你看人家画油画的画的是吧？昨天我就看嘛，我说这个是油画啊。啊，那不是油画吗？就油画方法，这我还是被子画的，还没有模特，要有模特我画的更好。啊、这我画姥姥呗。那我他不叫我画，这画他画时间长咋不干？这好吧哈、嗯，这个见水平，这个一般人画不了，年轻人都受不了。这模特那玩意儿可不是谁都能带，这个一般年轻人画不了。这年轻人画不了，没有一般水平。这个本科毕业生他也画不了啊，画不了。大学毕业生也不行，这个这得研究生吧，但是油画专业的毕业生。嗯。